这叫罗汉撞钟，也叫头顶功，以苦用功，练成肉头硬如铁，寒暑冷暖。少林寺练功场上确实有一番动人的景象。要练好少林武功，首先在于苦练基本功。要纹丝不动，看看都汗流浃背，坚持一会儿啊。石锁功是少林的基本功力，石锁功夫看一成，由小变大，重量增，每天必举上万次，两臂方能擒虎龙。悬崖峭壁练功，这可谓一绝呀，一练功力，二练胆识。少林寺毗卢殿内最吸引人的是这些陷下地面的圆坑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脚窝。关于这些脚窝啊，传说纷纭，以致成了少林寺的难解之谜。这位深得少林真功的梁贵武向弟子们表演虎捕把，你看他的每一次进攻和跺脚都恰好踩在脚窝的正中。虎捕把分三个招式，这是白鹤亮翅，这是冲锤，这是轰地炮。也许这个虎捕把练功法能揭开这些脚窝之谜了。铁杵磨成绣花针，少林武功啊，真不愧是我国武坛上的一块瑰宝。这是少林金掌击水功，专嚯，好厉害的掌力，德阳法师动作敏捷，打得干净利落。少林玉带功又叫醉步弥勒功，是专练两臂食指的功夫，又叫壁虎功。练就之后啊，好生厉害，可以割绝为证。蛇形术法是奇功，俯耳下势地上行，练就手脚指如钉，触之犯敌难活命。